二师兄的肉多馅儿，肉馅中放葱姜、精盐、鸡粉、十三香，生抽、毛油一滴的，用我的左手朝一个方向搅拌上劲儿，准备不要钱的干豆腐，肉馅均匀的涂抹在干对付上，咱们给它卷上，水淀粉封口，上气蒸二十分钟，这就是东北大肉签子教程。老铁们，如果您有缘点进这个视频，就占用您宝贵一秒钟的时间，给师兄点个双击再走吧。师兄在这里，谢谢大家。我先来一口，蘸点料。今天咱们吃鱼泡，洗净的鱼泡咱们给它放气儿。82年料酒去腥，捞出来洗干净的。起锅烧油，下入五花肉、葱姜、八角、干辣椒，炒香，下入肉皮，生抽、老抽一起抽，加入俺家井拔凉水，黄豆酱一杆子，扣盖先炖它20分钟，下入鱼泡，再加入一瓶啤酒，100粒鸡精、300粒白糖搞里头，扣盖再炖5分钟。老铁们，看都看到这儿了，就占用您宝贵一秒钟的时间，给师兄点个双击再走吧。师兄在这里，谢谢大家。我先来一口。今天咱们吃鸡骨架，大块葱姜搞里头，料酒一滴的，300粒关节盐，抓匀腌10分钟，淋入一层蛋液，撒一层玉米淀粉，起锅烧最后一口油，反复多撒几层玉米淀粉，这样炸起来比较酥脆，油温70热下锅炸，金黄酥脆给它捞出来，油温升高再复炸一次，撒上一层烧烤料。老铁们，这就是街边最火炸鸡骨架的教程，稀疏蹦脆，老好吃了。师兄教做菜2年了，发布了1000多道作品，如果有一道是您喜欢的，就给师兄点个双击再走吧。师兄在这里，谢谢大家。我先来一口。鸡肝凉水下锅，姜片料酒去腥，焯好捞出，洗净控水备用。起锅烧油，油热爆香葱姜，下入鸡肝，生抽老抽一起抽，蒜蓉辣酱搞里头，炒香少来点忘情水，少来点料酒，豆腐系成扣，下入刚系好的豆腐扣，锅盖炖10分钟，放入青椒再炖5分钟。老铁们，这就是酱焖鸡肝的教程，看都看到这儿了，就占用您宝贵一秒钟的时间，给师兄点个双击再走吧，让师兄也上市热门。师兄在这里，谢谢大家。我先来一口。好了，鸡腿鸡翅咱们给它改成花刀，凉水下锅，料酒去腥，捞出来洗干净的，底锅倒油，油热下鸡肉，炒出多余水分，加葱姜、八角、干辣椒，生抽、老抽一起抽，蚝油一滴的，再来点大酱，炒香必须来点俺家井拔凉水，扣盖炖10分钟，下入土豆和鹅蛋，再给它贴上一圈大饼子，扣盖再炖30分钟，这就是铁锅炖鸡腿教程。老铁们，看都看到这儿了，就占用您宝贵一秒钟的时间，给师兄点个双击带走吧，让师兄也上市热门。师兄在这里，谢谢大家。我先来一口。嗯，今天咱们吃凉菜，黄瓜用我单身18年手术洗干净的，先切成片，再切成丝儿，黄瓜切成细细的粗丝儿，胡萝卜给它切成丝儿，蒜末搞里头，海鲜酱油搞里头，盐、鸡精、白糖搞里头，再来点秘制辣椒油，必须来点香菜段，抓匀乎的。老铁们，这就是猪耳朵拌凉菜的教程，看都看到这儿了，就给师兄来个双击带走吧。师兄在这里，谢谢大家。我先来一口。金针菇下锅洗净，40米长大砍刀去根儿，片成薄薄的大厚片，空碗中打入3个母鸡蛋，200粒精盐，300粒十三香搞里头，生抽抽里头，用俺家娘们的大牙签割成匀乎的。金针菇先蘸蛋液，再蘸淀粉，6成油温下锅炸，炸成这个熊样，撒上一层烧烤料，再撒上一层好看的朱古力，凤尾金针菇老好吃了，捞的给师兄来双击。今天咱们吃耳朵，尿酒去腥，洗净控水备用。起锅烧油，带皮土豆搞里头，关节盐搞里头，煎至6面金黄，下入猪耳朵，葱姜、八角、桂皮、香叶、干辣椒搞里头，生抽、老抽使劲抽，再来几块冰糖，料酒一杆子，再加入井拔凉水，扣盖炖50分钟。这个就是家庭版卤猪耳朵的教程。老铁们，看都看到这儿了，再用您宝贵一秒钟的时间，给师兄点个双击再走吧，让师兄也上市热门。师兄在这里，谢谢大家。我先来一口。
起锅烧油，葱姜蒜麻椒干辣椒搞里头，郫县豆瓣酱火锅底料搞里头，炒出红油加洗脚温水，见几滴牛奶，蒜蓉辣酱一杆子，龙虾鲍鱼搞里头，煮两分钟下青菜，加入粉耗子，扣盖炖三分钟，这就是麻辣粉耗子教程。老铁们，看都看到这儿了，就占用您宝贵一秒钟的时间，给师兄点个双击带走吧。师兄在这里，谢谢大家。我先来一口。今天咱们吃鸡爪，去掉咬着盖，八二年酿酒去腥，煮熟捞出过水投凉，加老抽抓果上色，都给它抓成这样式儿来。起锅烧油，五成油温下锅炸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炸的起虎皮捞出来，葱蒜干辣椒爆香，烤箱来瓢井拔凉水，300粒关节盐搞里头，生抽蚝油一滴的，压入鸡爪，后盖炖35分钟，这就是虎皮鸡爪的教程。老铁们，看都看到这儿了，这天太热了，给师兄来个双击再走吧。师兄在这里，谢谢大家。土豆、胡萝卜、洋葱、鸡胸肉，用40米长大砍刀切成块，对，鸡胸肉加料酒、盐、鸡精、胡椒粉，抓匀腌15分钟，起锅烧最后一口油，下入鸡胸肉炒香，炒的变色，下入土豆、胡萝卜、洋葱丁，翻炒2分钟，加入井拔凉水，放入一小块咖喱，扣盖炖15分钟。老铁们，这就是给家人们做的咖喱鸡肉饭的教程。如果你也喜欢，给师兄点个双击再走吧。师兄在这里，谢谢大家。我先来一口。祖传的吊盆子，加入500克糯米粉，加入适量温水，揉成光滑的面团，塞入豆馅团成球，按扁，撒上一层面包糠，起锅多烧油，6成油温下锅炸，一定要小火慢炸，这就是油炸糕的教程。老铁们，看都看到这儿了，就占用您宝贵一秒钟的时间，给师兄来个双击带走吧。师兄在这里，谢谢大家。撒上一层椰蓉，今天咱们吃个不一样的鸡小腿，来点我爷散捞的去去腥，捞出来洗净控水备用。起锅烧油，油热下锅煎，煎至两面金黄，放入葱姜八角，倒入可乐、盐、鸡精搞里头，后盖炖5分钟。这就是可乐鸡腿的教程。老铁们，看都看到这儿了，就占用您宝贵一秒钟的时间，给师兄点个双击带走吧。师兄在这里，谢谢大家。倒入大枣、鹌鹑蛋，再炖10分钟。苹果味的鸡小腿，我先来一口。马上端午节了，咱们今天吃个不一样的粽子。洗净的西米粥加入白糖、土豆淀粉搞里头，粽子叶凉水下锅，盖上帘子，紫薯南瓜上盖蒸，水成泥，分别加入白糖、淀粉，粽子叶咱们给它卷上，塞入米，按时放入馅，再铺上一层米，然后咱们给它包起来，咱们给它系上，扣盖煮1个小时。老铁们，马上端午节了，师兄就不给大伙要双击了，师兄在这里提前祝大伙端午节安康，煮熟过水投凉。我先来一口。站的不如倒的，好吃不如饺子。今天咱们吃酸汤水饺，水开下饺子，煮熟捞出来过水投凉，准备个糖炒的烤碗，葱花蒜末小米辣搞里头，生抽陈醋搞里头，盐鸡精白糖搞里头，有条件的来点大虾紫菜给它搞里头，再来一勺面汤，再来一勺辣椒油，倒入调好的汁儿。我先来一口。今天咱们吃啤酒鸭，切块必须来点你的井拔凉水，姜片尿酒去腥，捞出来洗干净的热锅凉油，加入鸭块爆炒，葱姜树皮树叶干辣椒进去，加入啤酒，放2个小火腿肠，再放2个大火腿肠，扣盖再炖10分钟。这就是啤酒鸭的教程。老铁们，看都看到这儿了，就占用您宝贵一秒钟的时间，给师兄点双击，让师兄也上热门。师兄在这里，谢谢大家。挑出料渣，撒上性感的青红椒圈，大火收汁。我先来一口。